间改两改你民间的，这还有十个那个韩国偏那点种向下来论世界。他个回头尾部，他个形容做得技术个创新下去，新主任军服处委托嘞杀气协会对偏那国小聊天献出了八届个好三个训练基调来做主导性韩国历史。就是希望讲客家嘅信用文化就得推推上春。国小嘅学生嘅来做五年级嘅作导生，用客家话作文，相当亮，讲到又清楚。今年系五年没有创业，两百三十六创业，俾到本小学生来认识被台湾信用。清太旁的客家文化祭典，特别安排连接祭典中国小的学生的来做一年祭祀、祝祷神同礼神。今年学校的学生呢，佮当年一样，第一声到祝祷文，可以讲表现就太强之火啊！你看到了都，你非常欢喜，客家文化一天可以流传下去。起步哈，下去诶，协会哈，因为都。用业代哈，新南用业代开始是接到英语文化局的委托哈，是来训练英语的俩白的立身落个主导文的个小朋友哈。新竹英语文化局就讲，今年培训的重点主题体育班是两个西来的学生的，向下来做竹道绳，还有铃木两雄梯。因正嘅爸爸有年初面如开出同排班出协同，嘅咩系行业，正因呢唔能将佢出权融合，还系尊重文化。我对这个义民节的活动，我也是相当尊重。那关于这次活动，也很感谢这次主办单位能够选中我们平林国小小朋友。那对于他们文化跟信仰，我觉得也是蛮不错的一个体验。感觉学了成就会很大，虽然看上去那学起来会很难，可是就学会了就好像很简单一样。播种体育民节的祭典，以本文化破裂做无形文化之声，大帮带领后生上网参加，还讲认识了解祭典相关意识，希望把客家文化发通做得推推创新，推推上出。后生王爷，新竹报道。